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神。今天我们要来买快，我们今天好来继续玩我们的随机生存第三集。Hello， 大家好，七宝。今天我们两个菜皮吧要来继续在这个没有规则的世界继续生存下去。这个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三集。如果没有看过第一集的 Bob， 给你们看一下，就是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前面这个东西是沙子，敲掉嘞，它会变成木头。前面的东西嘞是羽毛，干掉嘞会变成要痛。会变成碎掉的羽毛，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世界。我们在第二集的时候，经过就是超级超级努力，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地狱门给做出来了。我们这一集啊，要去地狱看一下在地狱有什么东西。但是在那之前，我想先把身上的包包的一些东西给清干净，趁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在这个地方挖一个坑好了，然后来在这里面倒上一桶岩浆桶，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不要的东西丢进去了。像我身上大概有700个铁桶。铁桶的话，我留个几个就好了，这些15个统统都扔进去，然后铁斧也不需要了。干稻草捆是我现在的食物，因为羽毛都不喂我。我是身上要带南瓜嘞，好吃。南瓜它会变成钻石，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整套都是就是钻石砖的关系。像这种东西啊，不需要了、啊，丢掉，不需要的啦，别一钻石。钻石都不需要，这钻石是这个世界里面最便宜的东西。好，那东西都有了啊，忘了讲一个超级重要的东西，什么？超级超级重要，在今天开始之前啊，如果宝宝们喜欢这个系列，别忘了可以留。今天是10月10真的假的？今天月10，你看月亮，哦，是的，好美哦，超美的。好，那在今天开始之前呢、啊，如果宝宝们喜欢这个系列，想看到第二集的话，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让我知道。那没有意外的话，这个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了啦。哦，我们就准备前往地狱了。Go go， 必须更深入一点。好哎、很深很深。你只要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啊，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它会哦，绿色的，这是超级稀有旗帜吗？是那个吗？不是那个吧？不一样吧？啊，不一样，它是绿宝石旗帜。每次喷的东西都是随机的、欸。没有食物类的。对，食物类的东西。OK， 食物类旗帜。好，对，是他还喷煤炭，哇，可以让我们煮烤东西、而且在地狱就永远饿不死了。好，好棒哦！前面的东西，好好挖哦，好舒服哦。我听到银鱿鱼的声音，是不是把它给挖掉了？来看一下这个会跑出什么东西好了，绿色，好多食物啊！食物，好多食物哇、都是食物。OK， 我刚刚拿到一个白色的东西，摆出来，丢出来干嘛？对不起，平滑石头。OK， 这里放在这里，好，敲掉，跑出蓝色旗帜，蓝色旗帜，打到好多旗帜哦，这是旗帜的世界。OK， 红色羊毛，感觉起来好像已经。看过了齁。哦，这个喷很多东西。好像看过了，不要了，走吧，我们去其他地方呗。猪人挂掉的话会喷什么好东西啊？你要试试。我们去找个地狱堡垒好了、好不好？好啊。来，不好意思，钻石马凯。前面那个是什么啊？地狱堡垒好幸运哦。哇，好近哦。哪里？地狱堡垒正前方。看到了。好，随手插旗子。真的，下面怎么这地图有这种东西吗？有，可是我没看过这么平坦的，就是啊。他打你，这世界没有，他对我很好。不要这样哦，我警告你哦。可恶，不要这样啦，旁边都是猪人，我不想碰你啊。快跑！还没东西吗？灵魂沙呢？灵魂沙挖看。好。按钮。按钮摆上去，敲掉看看嘞。按钮摆上去，不要这样啊！这边很多那个、这个看过了。嘿咻！我们去前面那个地方。我钓竿。那你要银鱿鱼？对耶，他有在追我。你怎么这么穷追不舍？很爱你。我不要。开挖！我往那个地方过去了，他一直追着我。银鱿鱼吗？不是。阿力，那个我往那个哦，看到了，地狱堡垒前进啊，它有一条路刚好可以走过来，插个旗子好了，帮我插个旗子。有，我在插。我旗子好多。你怎么了？为什么要打我？小心！你做了什么？没事。你做了什么？你在打？幸好我刹车刹得快，我来了。不是，为什么他开始打我？我什么时候没做？
因为你坏。我不坏。好了，我上来。我不坏。好，我们要上去，我们要上去。那得那得，走了，羽毛，救命！插个旗子，插个旗子。哎、欸，行。好，好可怕、喔。火打掉会有东西吗？不会。走，这里好像可以上去。好。哎、欸，这里不会迷路哎、欸，好笑。对啊。完成可怕的要塞，我找到了。让我进去，快让我进去。进来了。啊！快堵起来。那、啊、谢谢你。OK， 好了，好了。没事了，你还有食物吗？我已经没食物了。来，我听到里面有烈焰神的声音。No， 谢谢你，谢谢你啦。熔岩方块你用过了吗？好像。后面吓死我了！我们要回刀的意思。哎、欸、哎、欸，哦、欸，他中我的仙！哇、欸哦，手机手机手机！哦哦哦！哎，这个喂！哦，哎、欸，你好你好！哦，怎么带那么奇怪的头颅？不、哦、不、哦、喂 OK 好这里很热闹，这边很热，有点太热闹，真的那边都是那个好我们有防火的装备吗我看一下先把不要的东西丢一丢好了，身上东西好多好吵、這個、好吵，这个不要，对，好吵这个不要，这还是好想，这是烤过的，这可以吃，吃兔肉骨头不要，兔肉谁推我，吓我一大跳，什么什么东西？没事。你刚刚推我，抱歉，吓死我了。没事没事。好，应该可以。我们去找烈焰神吗？好，我插个旗帜。好，对，我们要边走边插旗帜才行。OK。好热闹哦，刚刚那个地方。左转右转，没人，走。OK OK。右转。好。右转。右转。目标是找到。会掉中介之眼的东西，找得到吗？怎么没有中介之眼的、啊？找不到啊！那个叫做什么？谁？伊欧伊，就是那家伙。伊欧伊，还有那个，我看见他了，他看见我了吗？所以他射会不会射别的东西出来？可以射中介之眼吗？我在找那个啦，有看见吗？凋零骷髅。哦，看到了，看到了。对，他比中介烈焰神，对他比烈焰神还稀有一点。Okay, 来喽来喽，你有弓吗？我刚刚好像把它扔掉了。他不过来，他在看你哦，他在看你。哦，擦擦擦，他这样，他这样我们也拿不到，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他掉什么。我们先撤进来呗，快跑！好，我们先不要理他。正前方有凋零骷髅，吃兔肉。OK， 空空空空空空空，来。行哦、OK，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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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那个，他把我逼上，他把我逼上绝境，太可怕了。他掉的是好像没有很好哎、欸，先撤。哎呦，哎呦，好痛！没修，他掉了奇怪的东西，粉色的，洋红色，哇哇，洋红色，哇，洗可以洗可以洗可以洗烤烤牛排。哦，真的假的？哎、欸，变灵魂杀了，哎、欸、变按钮。就多巴蒂库拉塞。哎、欸，我在卡博。哇，那一块还有一发。等一下，我不是很理解啊，会不会是我都是用那个？等一下，哎，不好意思，你好啊，啊，上啊，没事，哎，不见，暴击，暴击，他掉了什么？什么都没掉，这，哎咻，是不是什么都没掉啊？什么都没掉，我要跟他讲拜拜了。好像哎、欸，啊，掉了奇怪的东西。好，我吃点东西好了，我肚子越来越饿了。哇，在这个世界挂掉了。我也是，我也是。好了，不会，不会，不会，他掉了奇怪的方块。这个是那个神怪砖掉出来的东西。掉出没有用的垃圾。全家都是垃圾，都是垃圾。是箱子，是雪球，箱子里面出现雪球，正确吗？哪里？正确吗？雪球。这个正确吗？ Oh. 不对啊，我印象中不会出现雪球的样子啊。可以再往楼下走，是那个？是什么 ？No！ 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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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那没有长大的嘞？金苹果，附魔金苹果啊！金苹果而已，金苹果，金苹果、啊。我这里是附魔的、欸，我是金苹果哎、欸。我还有命名牌、欸，
什么？我也来来来 ！Oh my god！ 我买不得是来瓜熟金苹果，我是附魔金苹果哎、欸，好爽哦！我靠，我附魔书哎、欸！我靠，天哪！哎，金苹果，超级 sad 的，走吧，回去了。我们看看可不可以遇到一只那个啊？为什么这就喷东西了？这什么啊？这是什么？死掉了珊瑚哎、欸。是吧？真的、欸，也、欸、可以放哎、欸，可以吗？奇怪的东西，那是金苹果吗？我以为是金苹果，不是。OK， 好，手杀了就没有了。中介之夜，银鱿鱼在那边，好评，好评。银鱿鱼，银鱿鱼过来，太远了。哈，过来一点点，过来一点点。你为什么不过来呢？铁砖我们试过了吗？铁砖我试过了，没有，没有东西。黄金砖也试过了，我、哦、差一点。加油加油！度预测预判打不到太远的啦，好像可以，有机会哦，有机个屁！有，哎、欸，这太过分了。哎呦，可惜，我羊角越来越痒了。哎呦，很痒哦。你可以帮我清个火焰吗？抓一抓，痒痒的。可以帮我清个火焰吗？没问题。从天上掉下来。哎、欸，他消失了。哎、欸，鱿鱼怎么消失了？被打到虚空了啦！欸、走，我觉得我们要去其他的地方看一下。真的？地狱太让我失望了，我决定挖一个坑，要把东西都丢进去了。骨头的话，我们有，也可以做成骨块。有，做出来了。骨块。马上失望。黑色。有黑色啦，黑色。好像看过了哈，好像差不多要失望了啊。好像看过了哈。哎、欸、哎、欸，好像我没看过哦。灰色好像没看过哎、欸。OK OK。好有趣。半的。哎呀，半线高。都可以放墙壁。骨块，又变骨块了。哦。好，走，那我们去其他的地方。我不需要带着这个了，我觉得我不会挂掉。简单游戏还挂掉、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要出海了啦！什么什么、啊？要出海了，这里有海洋了吗？热带海洋、啊、有海草，无敌海草，海哦、无敌海草，超强的 OP 海草，驴子，驴子，驴子，你会是带我们前往奇迹的那头驴子吗？拜托，驴子，不好意思，驴子，为了实验。哦西米马塞，他什么都没有。哦、oh, ，no！ 我听到大只史莱姆的声音。Oh. 大只史莱姆，悟空的。他变小只史莱姆，可是，哦，是我，谁会爆炸？不会，他不会爆炸，是旁边的苦力吧？好，好，好。Oh my god！ 到处都是怪物。嗯，好，羽毛，你在哪里？救命！在，我在，我在。在我在哪？救我！救救我！我救我！看到你了，要跑！救救我！我救我！好好，暂停！不要叫我在这么多怪物底下，不要跑！快 ！OK， 我们要怎么回去？我们回去刚刚那个村庄好了，看一下大家的交易的东西。好好好好好。OK。哦。要怎么回去？我不知道哎、欸。不管了，我们去其他的村庄。走。好，没问题。爬山爬山，我来稍微看一下附近有什么东西哦。所以史莱姆 out， 其他也 out。羊驼，羊驼不要，是羊驼，羊驼拒绝，超可爱的，不要杀他，再见了，不要，什么都没掉，是因为几率的关系吗？太快了吧！什么都没掉，是因为几率的关系吗？哎、欸，不是，杀一只就好了。三只，哎、啊、呀、no ，好啦，真的是什么都不会掉。OK， 好，羊驼 safe， 羊驼没有。哎、欸，再来往下走，往前走，往前走。好，我就一直往前跑了。好，没问题，看得到你。等一下，左边那个，我们是。What？我们是绕了一圈回来吗？真的假的？真的？No！
等一下，回来了哦。我们怎么又回来了？好痛哦！我还没遇到，遇到之后再说。有没有鸡蛋？哦，是那个遗迹，是遗迹。TNT。有没有可能是 TNT 呢？让我吃一块生猪肉压压惊。是沙漠遗迹耶，太好了！哇，这集我们去过了上天下海，真的是上天下海！冲啊！快冲啊！最后的希望，拜托了！お願いします。找到了，找到了！吃个。上吧，我进去了，我挖开了，上吧，我拿到海灵核心，海灵核心可以敲掉吗？好像可以耶，可以把我的海灵核心好像可以敲掉，可以耶。他掉了花朵，我种一下他好了。好，他掉了雏菊，掉了告示牌，这好像看过了，呀，看过了，呀，看过了。哎呦喂呀，哎呦喂呀，哎呀。哎，这看过吗？好像又没看过哎，好像没有。奇怪的按钮，奇怪的按钮，奇怪的混凝土，混凝土，奇怪的灰壤，灰壤，抛光，黑橡木，没了。OK， 好，这种呢 ？No。OK， 灰色。我们，哎，这个是不是又看过了？坏掉的铁簪，这个看过。坏掉的铁簪，在我们第一次的石头。OK， 这种也看过了嘛，对吧？剥皮的相思木都看过了。对，这种看过。可以用剪刀吗？哎呦，没差。它好像只有丝绸次数是会有差异的。哦，对，这种有苦力怕在上面的石头嘞，喷出了小雏菊。这种看过了。好，我们下去吧。好，我要踩 TNT 吗？不要了。没修，哎、哦，好快，小心！哦，这是什么？清除作业，一大堆蘑菇。No， 杠菇。哦耶，它是杠菇，不是 TNT 耶。哇，然后你看这个箱子，箱子什么有什么？都是雪球吧？哇、wow ，不，比雪球还棒。我走了，空的是怎样？我走了，再见。好，这世界太难，太困难，很难破，但很好生存。对，太累。坐船出发了，花出花。坐船出发了，离开，离开。好，那你坐上来 ，Go Go！ 耶！我们去找，我们去找那个海底遗迹。海底遗迹 ，Go Go！ 或者是热带丛林。哎呦，太难找了，撞到鱼，把它撞死了。那么硬啊！我们要撞墙了。海龟，前面有海龟。海龟哪里？海龟哦，在前方的岛上。OK， 上，揍海龟。不好意思了，大姐，有海龟是不是代表？是不是代表热带进了？海龟掉，哎呦！竟然是海龟，竟然是你！哎呦喂啊！老天鹅啊！好痛哦！好了好了，他出来的时间不对啊，非常不对啊，几百年前的。然后继续。海豚，海豚，是海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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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海豚 ，Go Go Go， 再见了，上啊，上啊，对不起，海豚，我的朋友，他很开心哎，受不了了，对不起，海豚，等一下他很开心哎，他让我们游超快，等一下好暴走，好快哦，海豚超快，海豚好快，海豚暂停，等一下，海豚我记得会咬人哎，会吗？上次他不是，哦，好像是海豚刁安。哎、欸，他把安是吗？海豚钓安，对，海豚钓安是吗？他钓安吗？我吃到安了，确定吗？确定哈。你可以再打一只看看。好快，好快哦！我看你们搏斗。
不行不行不行，你揍他好了，他太快了。好啊好啊。OK， 我跟不上他的节奏。哦，对，雕安，欸、哇，不是海豚，安，走吧，我要出发了。好，我来了，出发了，大家可以打船。哎、欸，对，搞不好就坐在我屁股底下。原来会不会哦，受不了，会不会用了这么久，搞不好就是我们屁股底下的这艘船，大家去喷十万个中介的证据，没有，直接喷过我们中介之眼，有没有？哦，拜托，对啊，中间都说之后还要用链杆还是什么链粉什么的，对啊，哦，那真的是一个前途茫茫哎、欸，打不到，还有安德还没打过，对啊，我也没看过安德哎、欸、，what？ 安德，对啊，为什么没有安德啊？之前安德我遇到那么多，然后这世界一个安德都没有，没有，你看左侧，我看右侧，我看那个地形，好，有没有出现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黑曜石打了吗？打了。要死，已经去过地狱了。对，也打过了。哦，海豚暴走。哇、哦、哇、哦，太快了吧！音速海豚。可是海豚也太夸张了吧？音速海豚。啊、哦，越来越快了。是蘑菇。Oh my god！ 哦，好强哦！天哪，那只海豚是怎样？哦，蘑菇块的正下方那一块没有打过。对，我们现在士气低迷。对，非常低迷。不要爆啦！哎、欸，我靠！这怪物都是青金石，青金石，青金石可以。怪物是不是都变强很多啊？那如果用这个嘞？哇，青金石块！哎、欸，青金石块是不是没打过、啊？青金石块有，好像有。哎、欸，巫婆哎、欸！啊，哪里？右边，右边、啊。真的、欸？可是很多怪。我们去找巫婆。等一下哦。那之前有吗？这打过了吧？没色，低迷低迷，打过了打过了 ，OK， 好，青金石块打过了，走，我们去找巫婆。好，冲，巫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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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巫婆巫婆，谁跳到水里啊？好、哦，海龟吓我一大跳，太多怪了吧？对啊，哎、欸。哎、欸，时间暂停、哦，没事没事没事，挖路豆，挖路豆起来，爆炸！不要炸巫婆 ，OK， 好，没事，好，我中毒 ，OK， 巫婆，给我们一点好东西，巫婆掉灯笼，灯笼，对，灯笼可以哦，你打过，也是一种希望，再见，灯笼掉石砖墙，耶妹，好耶妹。石砖墙掉绿绿的方块，右桃，右桃掉灰浅灰什么东西？掉气泡珊瑚，掉珊瑚，气泡珊瑚，掉石英砖，我靠，石英砖掉凋零骷髅头颅，我要打凋零吧，我们可以召唤凋零，哦。还有什么可以做啊？你觉得要打掉吗？还是先留着啊？先打掉好了啦。真的吗？真的啦，打掉啦，打掉啦。凋零也是一个希望哎、欸。先这个希望看看啊，这个比较简单。好。对对对，有机会。他掉了青苔鹅卵石。没机会了。希望没了。什么声音啊？走吧，走吧，我们再去其他地方晃晃。好。我想帮这个系列加一个注解了。什么注解？人生教会我坚持，这款游戏教会我放弃。放弃，放弃。哦、oh. ，不 ，That's difficult。我们继续往深海前进。好。哎、欸，那个花是不是没打过？那个花，紫色的那个吗？好像哦。灯笼可以用铁力跟火把做。哎呦，铁力跟火把，铁、哎、力跟火把哦，可以哦，都是很简单的素材。蘑菇饼哦，这个就是那个刚看到的青金石，我们走吧。我扔，走呗。青金石，铁力我刚刚身上好像有，现在快跑！又是夜妹，大家撤离。
哇哇，好强，好帅哦！三个一起来。哎、欸，棕色的蘑菇，棕色蘑菇，棕色的蘑菇，没有看过。走。哎呀，萤火要怎么做啊？这蘑菇饼看过了。萤火用木头。我会，我会。哦哦哦哦哦哦！不要，我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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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我有，我有。当时没看过的。火山湖方块。哎呦呦！哦哦，普通。芒草。哦，芒草好像打过了。哦哦，哎呦。他下雨了啊！你游戏就叫我快滚出他的世界了，我快哭了。呜，去往前跑吧。好，没问题。没有好消息，世界泽厄带来悲惨的消息。前面那是村庄，是村庄，有村庄了，有村庄了，而且是不一样的村庄。计数一下，不一样的村庄哦。终于看到人类了。我已经在这个地方待太久了，快发疯了！哎呦，萤火那都是一样的啦，你在上面放东西不会改变它方块的性质。嗯，有了，是村庄。OK， 哎呦，小回溯，小回溯。OK， 驴子嗨，驴子拜，嗨，是村庄，是村庄，太好了！我看一下村庄里面有什么东西。这个我砍过了吗？试试看。这是什么？怎么会有？什么什么什么？怎么了？怎么了？纳尼纳尼？新的希望，拜托拜托！绿色的玻璃，奇怪的颜色的旗帜、哎，旗帜很容易喷这种小道具。按钮，可可豆，可可豆。OK， 蓝色羊毛的可可豆ですね。桶子看过了呢 ，OK，、oh. 把没有的东西放进去呢，哦耶，哦耶 ，check it out。好，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试？成熟的小麦我们试过了，铁巨人试过了，村民。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村庄里面卖什么？他是农夫，农夫没有得卖，他是哦，蜘蛛眼，笨蛋，傻瓜。这边有酿造材，奇怪的颜色的玻璃，奇怪颜色的玻璃。酿造台我也有，酿造台是不是就会有酿造师啊？好像有、哦，有酿造师吗？找一下，找一下，他不理我，他不甩我。酿造师，奇怪的这个，给我红石，这个来，身子长什么样子啊？食物，好 ，OK， 好，酿造师呢？红石交给我，制图台，安，我找到安了。制图台 ，Go Go， 把它敲掉好了。红石羽毛打过了，嗯，丛林树，红石砖还没有，要试一下。制剑，啊，这个试过了 ，OK。蜘蛛眼不要了，所以我只要吃这个。要试试看吗？我觉得该试了。过来猫，我觉得该试了，在哪里？在我这边。很有建设性的方向。哎、欸，在你左边。有猫。OK。OK。是不是很难？很难抓到它、啊。只要悄悄的走过去，悄悄的跟你围一下。我是好人，我是好人啊。做了什么？我拿到什么？你拿到什么？纸，是，是张纸，不是哦。南瓜灯呢？哎呦，啊，南瓜灯做过了没有？没有，哇，居居，居居，那只好再往前走啦。哎呦，什么声音？哦，又是野莓。真的是很少听到这个声音，听到的时候就瞬间就会认不得哦，不，少界塔，哦，少界塔哦，
哦，新的怪物，新的希望，去吧！哎、欸，那我们可以引发那个哎、欸、，new bra 不是啊，胸罩啊，胸罩，胸罩，对，我们可以引发胸罩。OK， 如果是扭牛呢？不会吧？如果是扭牛呢？扭牛吗？嗨，你好。二，好，绿色的 ，OK， 试试看先。回回回，绿色的玻璃块。鸟远，鸟远。一些食物，一些食物跟红石。有僵尸，救命！羽毛，我要死了。真的假的？哦，你不能死。假的。哦 ，OK， 好，没事，我活下来。看到队长了。好，等我一下哦。来，又有新的希望了。燃起来了，燃起来了！哇哟，哎、欸，哎、欸，哎、欸，你作弊啊！自我放逐。哇，我拿到那个哎、欸，旗子，会不会是这个、啊？会不会是这个、啊？那个我试过了。Fuck！ 哎，会不会是这个？哎、欸，你后面。Ow！ 交给你。会不会是这个、啊？又一只。有我的斧头呢？夺命斧。拜托，来喽！お願いします。哦哟。OK， 死亡好像看过啊、欸。看过了啦。Oh no！ 我们现在有胸罩，我们是可以那个引发大混乱、這個。对。去新的村庄引发大混乱吗？好啊，好啊，就是你用那个平地啊，哎、欸，对，狼啊，狼也没看过啊，对，狼，找到新的村庄了，新的村庄，又是新的村庄，对，突袭，哇，突袭，哇，来了来了来了，有点食物吧，会不会，大家回家，大家回家哦，噔噔噔噔，大家回家哦，哎、欸，我第一次打突击，哎，很难打，这是我第一次打突击，你说很难打、啊。哦有号角声欸好酷哦、喔！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来吧，来吧，来吧！哪里？哪里？哎呦，这一侧，这一侧的山坡，看到了。啊，这边也有，打这边的。这我第一次欸，第一次打突击，小心，小心，好紧张，好刺激。哎呦，走一下位，你要去哪？是不是跟同伴落单啦、啊？好痛，好痛，好痛！哇，好像有这把剑好 ，OK， 解决。我拿到一把那个十字弓，有啊，对啊 ，nice， 解决 ，nice， 第二波，有几波啊？不知道哎、欸，十万波，投射箭矢，不想，村民闭嘴，他们为什么不回家、啊？好笑，紧张，回家，超吵，哦，要我自己敲他们才会回家哦，我压死那一区，回家了各位 ，OK。我把他门打爆，他回不了家，好可怜。OK， 好痛好痛。不行，不行，解决。哦，有点痛哎。他那个斧头很痛，有点痛哎，斧头很痛。小心斧头那一击、啊。斧头的是那个，斧头的是那个，那个叫做什么？对，小朋友才做盾。斧头的是那个啦，那个叫做味道士。哦，味道是，对，然后没事了，你还有吗？我要挂掉了。啊，你要金苹果吧、啊？要吃到这么好吗？哎、欸，那边牛，战牛，叭叭叭，战牛。我快要死，还有还有巫火，我还要死，我没有食物了，怎么办？没食物了。战牛来了，战牛不用那个怎么打？要什么？砸瓦路斗，砸瓦路斗了。瓦路斗没事。Okay.快！铁巨人救命！冲啊！铁巨人！铁巨人！铁巨人！上！铁巨人！铁巨人在揍女巫。女巫爆了。哎，铁巨人，那个最重要的交给你。我一代一代的，一代的。他在看我。一代的，你为什么要打他？铁巨人，我打到铁巨人了。白痴哦！一代的，一代的，一代的。哦哟。好好好，他暂时没理你了，我要挂了。我也要挂了，你有金苹果哟，你把吃一个。好，要、欸、打死了，要、欸、打死了。别偷东西吗？龙蛋，龙蛋，我们成功打败中介龙了，耶！哇！欸
我们做到了，我们好棒哦！哦，等一下还有下一波，好棒哦！等一下还有下一波啦，完结了吗？应该是完结了啦，完结了、欸！哦，对，耶！打到中间，我傻眼！哇！我的，哎呦喂啊！超越生死！哦，对哦，对哦，对哦，我的那个。这样算完结吗？给过吗？给过，可以开第二季了吗 ？OK OK， 给过吗？第二季，第二季了，第二季了。居然是你，居然是你哦！哎呀，解决！哎呀，哎呀 ，OK， 还有吗？有哎、欸，好多、哦，再吃个金苹果好了。完结了，完结了。好笑、哦。结束了啦！真的、哦，我把这个突击打完好了，把这个突击打完，突击打完，环节撒花。牛来了，牛来了，战牛，哦，这是上面有骑的战牛。好凶了吧？就个，哇，味道成就，味道是，味道是很凶，两只味道是，三只味道是，三只味道是那个，哦哦、okay. 哦嘿，哦嘿哇，哇战牛战牛。救命！救命！我操操操操操！我来帮你，我来帮你。等下我们的那个铁巨人呢？完全不知道，全死了。铁巨人呢？铁巨人死了。那我要怎么打败中介龙？中介龙来打！中介龙交给我。OK， 上啊！中介龙，哎，中介龙死了。哇 ！OK OK。我们打败两只中介龙。哇，好辛苦哦！哎，这个世界好多中介龙哦。打败两只中介龙嘞，好哎、欸，还剩下一个人，他在哪？哦，打掉了，在哪？睡哦，村庄英雄、哦，有了有了，耶、yeah! 哦！火萤火，好棒哦！哦哇，这是帮我们完结撒花哎、欸，有没有？哦，两颗蛋，啊，因为我们是两个人啊，两个人拿两颗蛋刚刚好、哦，有没有？耶、yeah! ！终于。好啦，第一届的随机生存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完结撒花，耶、yeah, yeah! ！你不要打疼，我终于有一次没有断更嘞、欸，我终于把那个一个系列拍完了，超棒的，好笑、哦。Alright， 今天这集阿文手差不多该到这了，帮我们想看到第二届吗？第二届也许我们的目标可以我不想再到中间了，我们的目标可以换一个目标，帮我们可以把你们想要的目标啊，来正底下留言去告诉我们，我们下期见喽 ，See you guys， 拜拜。